今天受一个农业公司的邀请，来这边做有活动。哎，我操！天啊！八百的，斤两，420斤两。他的话有斤两，那么小心，这个那么小心啊？多少？多少块？一个，不是，就比如说，有三个人嘛，三个人就，几百斤的话，不是你称的，斤两。真不要脸！不是，谁最接近？我们三个第一次。哎呦，不值！第二组参赛选手准备：陈文涛、朱永南、陈月、804克，804，这个可能有一斤多吗？有一斤多吗？这没有一斤吧？800，过了耶！是可以报名吗？报名吗？帮手称重。这个很凉，八三零，放下去。这个是小，那个平了，792。然后这个放回去。差多少就算重了。越接近，越接近是多少？就是看同一组谁比较接近了。就是差一组啊，对对。这个大概有一千，他们弃权了。邓叔跟陈鱼到了没有？他们同一组哦。啊，弃权了。不行，哥哥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怎么样，刘强？怎么样的？前三名都可以选。放回去，一人一盘是不是这样？对，一人一盘。对，一开始就吃就行了，是吧？开始就吃。你再说一下规则好不好？大家以我的口哨为令哦，哈。好，准备好，预备。加油！几个加油！还需要参加书包比赛的朋友到前台报名。下面我宣布。吃瓜比赛的大胃王是这位先生。干得强盛，吃得不干净不算。可以啊，很干净。好，我们现在评估一下哦，这位还剩下一块，这位也是两块、3块、3块。前三名可以选瓜自己带走啊，这怎么了？那前三名呢可以抢。作为吃瓜大赛冠军，你有什么感言想说一下吗？有点渴是吧？还想再吃？那个，请吃瓜大赛的冠军过来选一个西瓜作为奖品，谢谢。三个西瓜。我三个。选瓜了。